感谢大家对刘峰老师 YouTube 平台的关注。平台正在招募志愿者，在学习内容的同时，还能为多元文化系统集成事业做出贡献。大家快来参加啊！志愿工作内容主要有文字整理、校对机器整理内容、翻译、校对机器翻译、视频处理等工作。另外，志愿工作会根据情况给予一定现金补偿哦。如果您每周至少可以抽出一小时时间参与志愿者工作，就会对事业有很大帮助。如同刘老师所说，请来的人总会聚到一起，期待大家加入。详情请点击视频后这个问卷报名哦，问卷链接在下方文字区。